今天是除夕，昨天晚上阿妈在查一些除夕的禁忌，然后她就说身上不可以穿黑色的。然后起床换衣服的时候，就特别挑了一件黑色的裤子，不知道阿妈等下看到会怎样。那那那那那，耶！阿公早安。哎，早安。我在你后面。我们今天都起床了。只有我起床啊！我是勤劳的小朋友。今天是除夕，就是按照往例，我跟我爸还有我妈都会去菜市场，要弄一些拜拜啊，然后买晚上要吃的东西这样。但是自从我阿公家有电动脚踏车之后，我爸妈今天早上就两个人偷偷骑着电动脚踏车去约会买菜。他们昨天就一直偷骑着去约会，超甜蜜，根本就是两个甜蜜小高中情侣。然后呢，我就被放鸟，所以我决定自己现在先来买早餐。没错，我现在买好弟弟的烤吐司了，要前往早餐店。我现在要去买蛋饼，因为我跟姐姐昨天已经吃过烤吐司了，所以就不太想要今天再吃烤吐司。我昨天本来也有买弟弟的烤吐司，但是他昨天太晚起床了，所以呢烤吐司就被爸爸吃掉了，所以他今天就叫我再帮他买一次，希望今天不会再被任何人吃掉。买好了，要回家了。就跟草莓牛奶是我弟要喝的，我弟就是喜欢喝这种充满香精的东西，但我还是会买给他，因为呢，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好不好，弟弟？你们两个是在穿情侣外套吗？他们两个身上穿的是他们十年前的情侣外套。采完了，大丰收哎！我现在手上抱的是香菜，还有我刚才采的地瓜叶，有机的，完全无毒。有机？那有鹅吗？是为牛栽的。我最喜欢香菜了。香菜只能吃饭了。好啦，来吃饭啦！你先去做鸭呀，南瓜。阿公种的地瓜叶。吃饭。阿公，我想点，我想买点。你还没吓到哎、欸！今年几啊？我是说，他没有年纪。大半了。今年呀。真的、哦，我一张很高哎、欸。不要来来吹哦。我也要。一个人都发出。哎，有一个没有那个。那个给弟弟好了。你要叫他什么？谢谢阿公。要叫他什么？我准备了，拜拜。所以呢，我们三个现在要去买饮料，然后去冒险。
也不知道可以逛去哪了，因为我三点就要跟妈妈回家煮下一个轮回的拜拜要用的餐点。买了米克夏，我妈说如果我买珍珠奶茶的话借她喝，然后我弟就买珍珠鲜奶，但是我妈不能喝鲜奶啊，你是不是在故意冲汤她呀？这边，不好意思，太久等了。没事没事，谢谢。我点全民大卖家脆波波球，这好像是新的，不知道好不好吃。那我喝过就只有。真的、哦？嗯。好的，期望完全落空。我烤的香肠，我就是香肠西施，每年都在烤香肠。然后我妈煮的香菇鸡、炒青菜、高山排骨这些小菜，然后还有炒花椰菜。我跟妈妈在厨房煮菜，然后就看到阿公还有爸爸呼呼大睡。请问一下，有这么累吗，二位？现在5:10，我们要赶去拜第二次的拜拜，但是我们其实是4:30要去拜，但是我阿公又记错时间，所以呢，我们又整个大迟到。北斗风真的很大，是谁把我们？哦，哎，不要跟人家在那边乱弄。我跟我妈刚完成了1小时弄出7道菜的任务，真的是快要忙死了。我也是的。没有，然后我姐跟我弟就是在旁边纳凉，然后我爸就在旁边呼呼大睡，合理吗？怎么会？我爸怎么可以在旁边呼呼大睡啊？他也太爽了吧！你会吗，弟弟？感觉超甜的。没有没有，那不会甜，那是保存它的糖水而已。罐头嘘嘘啦！弟，你其实不用倒光，你只要拿你没有倒光，它倒出来吃。好，怎么会有人想要买一罐水蜜桃罐头？好吃吗？好可爱哦！好贪吃啊！你要吗？我现在先不用。我们现在出发去买晚上要吃火锅的鱼饺、蛋饺，还有火。还有那个叫什么呀？沙茶酱。我们先来这个大盘大卖场，因为全联除夕都没有开，我们去年已经试过一次，今年也是。好，现在立刻去买 ，Go！那个是里面有梅子的。黑糖的那个。哎，卡尊丢呢。有送。刚有人说我们凑不到一斤。绝对凑不到一斤啦！高高但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有150克。哎，下注这一袋多重？我觉得，不然下注多少钱好了？600克119元。我猜这一袋50好。50。60好。60。好，迪，你猜多少钱？你猜80。80。你猜80。80。我刚才猜150克，所以1/4是，我猜，那我猜保守一点，35好了。好，这是26块耶，那应该是我最接近吧？那我是通灵少女吧？有挖土机。我是通灵少女吧？有挖土机。有人要承认吗？是糖果。哎，结
果便宜了。结果我觉得这应该是0.3台斤，所以总共是180克。那我估我是最准，我刚才最开始说是110克。真的不能吃那种路边的人发的糖果，哎，这么多，然后才26块，吃了这么。然后我弟刚才估80，他就盘呐。所以林茂这一袋80，你会买是不是？这个80你会买？妹妹，它只是一个盘子而已。结果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买鱼饺、蛋饺跟沙茶酱，然后没有买到蛋饺，然后买了一大堆无微不微东西，然后花了444块。烧金纸。我帮你算的好慢哦，很少算钱哦，算的很少。所以叔叔算的很快，算的很快。所以叔叔在哪里？算什么？算这个钱。你看林廷茂都在乱算一通，对，他根本不会算，乱算一通。这年代啊，拢那卡大只算，拢水哈，拢帅，大多拢帅，啊，拢帅拢帅。那人家哟，哇，好可怕哦！哇，来，手语来了，奶奶，好强哦！哎，好，里面的菜把它破起，好，买一个。还没，等他去。还趁他们在外面烧金纸，来看一下，见大家准备的菜。真的好多哦，但我听他们说这一个跟这一个还有这个都是还有这个都是餐厅包回来的。这萝卜糕真的好大哦，这个也超大的，看我胸部，手掌超大的。水果，哈密瓜，耶！每年最期待的领红包时间。哎，这健身工坊的红包真好看，还是我们也去？我是没有兴趣啦。我现在拿完钱要冲回家吃饭。我是录影的，今年的年菜也太丰盛了吧！香香大厨煮的，还有鹅鹅大厨，我们的高山排骨还没拿出来，还有一个，没办法，还有一个展示菜的小姐。好了，可以吃了，真的，辛苦大家啦！是谁在洗碗？怎么会是你在洗碗呢、啊？我的天哪！还好吧？今天是怎样？你做了什么坏事吗？没有下雨啊。你刚刚真的、哦？对啊。那是明天太阳会从哪边出来？西边。边啊、你确定？对啊。我明天要爬早起看日出。我明天就要早起看日出，太可怕了。这世界一定又出了什么问题？呢，我跟姐姐包了一包红包给你，还有爸爸。不要拿手机了啦！然后我们才知道你的头发很好哎，快点！你们拆开来，你们要把它推开来，它是像橡皮擦那样，对对对，对，然后这样打开来，
等一下，你要这样拉，你这样拉，你要拉开来，大家退后，拉开来。走走向，走向。好可怕、哦！哇哇！这是我跟我姐送我爸妈的红包，很漂亮吧？是妹妹的想法。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看我爸妈的运气，看他们抽到是 J 面还是是 J。如果抽到 J 面，你会怎样？我要哭了，说妈，我可能。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过活，我还要存钱。红包送的太大包，我把这面朝上，这面真的很漂亮哎、欸，超漂亮的，啪啪啪啪啪啪啪，钱不仅好用，而且很漂亮。没错，如果他抽到这面，我们俩就是他的摇钱树，摇钱，不要动，乐极生悲。哎、欸，有两面哎、欸，但是妈妈选到了这一面。哎、欸，可是妈妈一开始拉开是红色的、欸，妈妈是选的是红。妈妈，你看还有反面，这是真的钱哦，这是真的钱，你要这样子，那是真的钱，这是真的钱、啊，来，来，小朋友来，小朋友来，弟弟先，男生先呢、啊，好，祝你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啊，骑车安全平安，好，谢谢阿妈，心想事成，好，祝阿妈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好，长命百岁，好。祝你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哦、好，幸福美满是你们 一家子对对，是还有那万事如意，那祝阿妈身体健康，然后心想事成，好，谢谢妈妈，希望你以后有能力自己赚得这一辆车。知道吗？自己要买这一辆车哦。你说什么？这辆车什么？那是什么？这是迈巴赫。迈巴赫，我想看。怎么可能呢、啊？买模型吧你。可以买一台啊。可以哈、哦。买一台模型吧。宾士的迈巴赫。哦哦哦。换你。祝你今年心想事成，考试过关。谢谢。好你健康。哎、那个。好你。好你幸福。好你赚大钱。来来来。换我了。小宝贝。好。祝你。今年身体健康，没问题，如意哦。OK OK， I love you， 来了，来了来了，要跟老虎妈妈跟爸爸只收800块就发就好了、oh, 啊，8000块还给你们。OK， 有我的股份吗？自己会正式有赚钱。我们有在赚钱、啊、就是有出社会在赚钱的时候了、哦。等我月薪80万的时候就可以卖吧。那你真。我要抽成了，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最喜欢领红包了，我要接吻。Yeah!